官场特别残酷，特别黑暗。中国很多的官员啊，他们的心态是不健康的，是畸形的，他们每天要做一个虚假的人，强迫你讲假话，非讲假话不可。政治的人的话，他不可能用你的，不敢有思想，不敢有态度，说说是违背你的意愿，违背你的，甚至说违背你的良心的。人活的那根本不是人啊，我们活的都叫做行尸走肉啊，没有灵魂啊。